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滚滚秀。话说今年的冬至已经悄悄到来了，小团子们打算过一个不一样的冬至。是的，团子们的冬季运动大会又开始了，一起去看看吧。爬树这项运动是传统项目，小团子们竞争可激烈了，不一会儿就会引发纠纷。运动比赛前一定要补充好能量，不然对于团子来说，比赛有可能进行不下去。除了补充好能量，运动比赛前一定要休息好，不然要不了一会儿，比赛现场就会是这样的了。比赛有输赢是正常的，小团子们都是能屈能伸的，毕竟小团子们卖萌才是主业。跑步是很好的运动，但是小团子们也不要太激动，不然很容易用脸刹车。